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1 IBL 第五人格职业联赛秋季赛常规赛第四周第一天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林芷，我是解说雅吉。那么即将为您带来的是由 Reborn 对阵 GR 的第一局比赛。是的，那么刚刚的比赛是非常精彩啊。嗯，是的，而且在一些 BPL 选图上面嘛，可能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对，然后在对局里面也是，或者有一些很秀的或者是很失误的地方，也是就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吧。是的，是的，是的。那回到我们这一场嘛，这一场其实 Reborn 跟 GR 来说，双方的监管者在角色池上面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嗯，也比较类似了，因为经过了这个休赛期之后，企业那边也是练了一手邦邦，所以就是比之前的差距会缩小了。是的，是的，但是他主要的一些熟练手还是存在他的梦之女巫，然后包括破轮和雕刻家这三手上面。是的，是。然后皮皮线的话，他的梦之女巫可能优先级现在就会放后面一点点了。没错，他主要还是在邦邦，然后雕刻家和破轮这三手上面嘛。嗯，是的。那现在的话，看到双方的备战间画面。是的，感觉他们今天也是精神满满啊。没错，对于双方来说，这场都是比较重要的一场对局嘛。是的，毕竟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赛程的第四周了，你说好像刚刚开始，那确实也是开始了不久，但现在再不努力的话，后面就翻不回来了。嗯，而且对于GR来说，他也是在上周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胜利嘛。嗯，前面两周其实是有点状态低迷的。对，他们现在就迫切的需要去把这股冲劲这手感继续保持下去。对对，因为他们前面的那个连败，所以可能士气有一点点低迷。是的，是的，他们就很需要继续保持胜利，去导致自己能够在总决赛杀进一个胜者组，或者说前六名，对吧？先展望一个前六名嘛，这是最关键的。是的，因为现在还有机会，毕竟他们是上周就已经终止了连败，还拿下了两场的胜利。是的，那同样的 Reborn 也是在本赛季的话，其实监管的状态还是有上升的。嗯，有上升，但求胜者方面也是因为引进了新人嘛，还在进行一个调整中。是的，磨合并没有说像其他的一些老队伍他们的老牌磨得那么好嘛。对，那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Reborn 的选手，首先是求胜者东风、嘉兴、初初，监管者启言、求胜者陶行、监管者孤翼以及求胜者小爱。是的，也是有一些新的面孔加入。这边的话是积压的求生者空降、柚子、仔仔，监管者皮皮线、求生者傻兜，还有吴昕。没错，那这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对，积压这个赛季就感觉人员会变动大一点，因为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就第一前锋位目前还不是特别的确定嘛。对，也是还在有一个摇摆的空间吧，因为之前是柚子也有尝试，然后空降还有仔仔也有尝试。没错，然后在发挥来说可能还是需要找到一个手感最好的人让他来担任这个位置吧。是的，那今天的话是 Reborn 的主场，吉安那边是让他们的求生者先上场。没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选图上面，哎，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选手数据。首先是吴昕，取均员一分6921.92，取均千层63.53，会进度121.85%，逃出率62%，非常的高。是的，吴昕的话常用角色是病患和佣兵，他的一手病患在这个赛季算是发挥的相当不错。嗯，是的，上周我印象比较深刻，好像是我们两个解说的吧。对，佣兵跳了自己跳神之一跳。对，就是那个月亮河，太精彩了。是的，那这边的话是傻兜轮均一分是5796，轮均牵制时间51秒，轮均救人次数0.19，轮均破译1.164，然后逃生率50%。是的，擅长角色心理以及机械师。对，因为傻多的话他本身就是打那些牵制位跟雷弱位比较多，不过他的机械师牵制破轮倒是有一手。没错，因为牵制破轮的话你不需要去板区进行博弈嘛。对，一般要不就窗或者是平地。然后这里是柚子，举军员一分6730，举军牵制时长60.5秒，举军救人0.71，举军破译硬度139.94%，逃生率47%。是的，柚子的话常用角色是佣兵还有邮差，他的话其实一个手感是有比较大的回升的，尤其是他的一手邮差。没错，确实是他们队里面玩邮差比较稳的一位，感觉找到了适合他的一个角色吧。对，能那么说。是的，那这边的话是积压的求生者仔仔，仔仔轮均一分6104，轮均牵制时间65秒，轮均救人次数0.13，轮均破译进度132%，然后逃生率33%。是的，
因为引入了仔仔以后，导致队内的一些角色池又发生了变化。之前都是让傻豆来担任这个祭司位的，对。然后有时候会让柚子去玩机械，像柚子后期还玩过佣兵、前锋，最终还是让他来玩了邮差这一手。是的，因为前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角色的轮换，包括你像雷若位转换一个救人位，再到现在的一个辅助位。是，那这里看一下齐烟，徐军赢一分，8995。群击倒4.93，刺抓率14%，取军淘汰1.64人，擅长角色是雕刻家以及梦之女巫。是的，齐烟的话，他上周也是有一个经典的名场面，在月亮河，就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确实，就是在等一艘永远不会哦，在等一辆永远不会到的车。对，那这边的话是积压的教练神佑。是的。神佑的话，感觉跟选手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这边是 Reborn 的教练逃跑。对，可以看得出来 Reborn 他们其实在这个赛季是有一些新的尝试，像他们之前可能会一直拿永眠阵啊，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永眠阵跟红教堂或者是甚至一首唐人街都会练得比较多一些。是的，但我感觉就是远离月亮河了。对，就可能自己家的监管者晚上睡觉梦里全是那个站台，在站台等车等了一晚上还不来。对，那个画面现在已经刻到大家的脑子里了。是的，是的，又成为我们一个 IVO 新的一个名场面嘛。对，我感觉齐烟他的那个起床闹钟都可以改一下了，变成一些什么车到站的那些声音，可能他就立即起来排位。他说我要再练一下，让他们没法套路到我。然后打月亮河的时候，我现在也会注意那个灯到底关没关了。是的，是的。这一把的话，其实对于 Reborn 来说，他们是有可能选择一张永眠阵这样地图的。是的，因为起源的话，他的梦之女巫嘛，还有雕刻破轮，在这张地图都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是的，就不会限制到他本身的一个角色池。是。然后永眠阵也是他们练的很多的一张地图，所以求生者那边套路可能也会打得比较熟悉一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在求生者方面选择阵容，也可以去选择一个针对皮皮线的角色的一个阵容，因为他没有梦之女巫嘛。然后在第一局的话去选择一些比较偏门的角色，来像邮差这种去针对你的雕刻邦邦，或者说你的破轮，就看求生者怎么选嘛。这里先进行Reborn监管者的一个对局，搬掉先知。搬掉先知的话，怎么有点像梦之女巫呢？是的，感觉有点想打梦之女巫了。对，求生者那边是选择了一手前锋跟机械师。那祭司应该会先搬掉吧。是的，因为现在的话就比较好的一个是祭司了，对，比较好的班位。那边剩下的话会不会抢心理呢？对求生者来说，就打一个偏稳健一点的阵容。是的，因为他搬掉的本身也是一个先知跟祭司，就他打破轮的几率会相对之前来说会降了一点点。是的，就心理这一手的话，可能就是在机械师挂飞或者说救人位救完以后有优势的时候，他可以提高上限，如果是劣势的话，他可以把下限也提高上来。是的，然后求生者那边是补了佣兵还有心理。那起源最终也是确定了梦之女巫，不过他们也是真的敢，也是可能考虑到齐烟那边的班位是先知跟祭司，所以说大胆拿出来一手心理学家，不然齐烟反手拿出来一手破轮，那心理就不太好打了。没错，没错。但是破轮还是比较怕机械或者前锋这两个点其中一个的嘛。对，现在的话是两个都在，主要是破轮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期击倒节奏比较快的话，如果密码技能跟上，到后期也不太好控。是，如果说这两个角色只有一个的话，那对破轮来说还好。但问题就是有机械有前锋过去 OB， 机械师还是双份的快乐，疯狂在修，哪怕他自己倒地，但他娃娃还是在修呀。是的，就是你得去牵制到这个前锋，你把他给击退或者说把他给击倒，那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其实对，尤其就不说后期的话，就前期就算机械师倒了，前锋如果能过来无伤 OB 一波，那也是很烦的。对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起源还是不太敢掏出破轮嘛。对，但是你打梦之女巫的话，也外面同样有机械师和心理学家。对，就怕那个什么消寄生以后立刻移情嘛。对，断掉梦之女巫的一波大节奏。是的，就你万一拿机械师的那刀拿的是一个寄生刀，拉远了之后原生没跟过去，心理学家直接回满。是，那我们看到这里梦之女巫是底牌挽留，求生者的话是两个救人位都带了化险为一。对，就比较常规一些。是的，那现在的话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比赛 Reborn 的监管者对战积压的求生者，由解说鸭子林子为您带来 IVL 实时赛况解说。
齐岩是刷在了红蝶亭。那往前走的话是傻豆的机械师。哇，右边就是机械，而且我好像没放出来傻豆这里。对，可能还是想说找一个合适的点再放。对，哦，放了。这里藏起来了，能看到吗？应该是看到了。但是这里原生停的话也不转啊，停吗？对，先打掉。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要考虑把娃娃放在独栋的方向了，然后拉走。是的，不过这里娃娃没放在二楼。我感觉他刚刚有没有机会说放在二楼再跳下来再拉呢？对，这波感觉第二个娃娃可能也会被清掉，但是起源应该是不太想清了。是因为再清的话，机械师已经无伤拉太久了啊，这还要清吗？他打掉的话，机械师直接钻墓地去修了呀。是的，稳稳的到墓地了。你现在狗都不好放，先补一个机身，而且他还打定主意继续追击机械师。现在机械师没有娃娃的情况下追机械师，其实。机械师是可以接受的。是的，傻豆这边也是大摇大摆的修起来了，甚至。哎，那这里把机身消掉，应该直接移行了，直接把机械师拉满。移行，那这里的话要回满了。这一刀就是你爱抽不抽，你抽不到，抽不到亏，抽到了更亏。是的，傻豆现在是保持一个满状态，继续牵制。对，那这样牵制下去的话，密码机是三台起步了。这里继续送机身往窗边走，如果弹窗出去的话，是有机会再移行一波的。看一下来不来，因为机械师这里带了双弹，不过起源反应很快，直接是一只狗咬住。是的，把人给架在墓地。那在墓地的话，应该是要考虑冲一个角落了。是的，对穷者来说，这个机械师是可以卖掉去打一个保平的。对，那现在的话是两个娃娃都没了，倒在墓地的角落也不会干扰到外面的密码机，直接举到靠墓地门的这个椅子。对，还可以看到吴昕那边是在二楼修了一台密码机，那样的话也比较好卡。是的，但佣兵卡满的话是不够的，所以得卡半，就卡半来救的话，对双方都有机会吧。对，想赢的话得卡半。嗯，就是但是你如果说没救好的话，起源也能逮住这个机会去继续突破你的求生者。不过这边的话是电车哥哥来了，稍微干扰了一下起源的节奏，都没有办法太顺利的往外拉。对，吴昕过来应该直接一个护腕到脸上。是的，先拿一刀。但是吴昕跑的那个位置很好啊，因为起源是不能第一时间给吴昕上到寄生的。对，吴昕这波是可以很快乐的回到独栋去补前锋的遗产，让前锋去进行 OB。 是的，那现在他们已经换位，现在起源亏了一个寄生，那感觉这把是有三跑的局面的，得稍微 OB 一下，可能密码机差一点点。是的，他只能把这个寄生给到柚子的前锋了。对，现在前锋来到墓地，就这一波不能上这个寄生，不能吃刀，不能被逼救。对，他必须得压得满一点，然后再套20秒上去。是的，密码机草可能够。前锋直接原地自驱，就在边上卡的嘛，卡会时间。反正他现在也是一个满球的前锋嘛。那要不要放狗呢？母体没有过来，现在。继续在外围逼的话，柚子感觉得往椅子边上拉了。是的，往椅子边上贴一点。而这个板子是前面已经用过了，他直接拉球拉走一点。是的，这卡血线卡得非常的极限啊。哦，看到你终于要放狗了，那只能救了。现在密码机已经达到60%了。是的，你要救下来就好。这血哎，提板骗你救，然后这里做动作，怎么说能不能救下来，很极限救下来了。天哪，那这样的话就有一点点小亏了，这个求生者没有救下来。是的，这被狗压在身上的话，其实是越到后面你的救人的心理压力越大的。是的，现在的话他们选择一手直接亮，然后无心去贴那边独栋的门。那起源的话手上技能还没切过，补一个寄生，甚至可以母体来一只狗秒掉这个心理。是的，现在原生已经跟到脸上。哎，预判的仔仔跳楼吗？没有预判，跟着跳。不过这边板子还没下过。是的，这波跳下来的话要很久啊。对，还是咬到了，但是原生的位置不好。对，因为它原生是停在了楼梯这个地方。是的，前面把两块板子都踢掉，想过来先拿一刀佣兵。那这样的话就给到一个仔仔拉走的机会。这里慢翻再卡狗，等下一口。下一口的话，你这个板该踢还是得踢啊？中场是地窖，中场地窖，这样的话怎么感觉有一个中场地窖，而且吴昕想过来扛刀，选的是扛刀，
这里看一下切技能传送，传送，那感觉能不能回头走地窖呢？远程信徒能不能拿到一个血力刀过板？拿到了这一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锋还有化险为宜。是的，但齐燕这里应该不会挂了。他们不像想要摊的样子了。对，前锋也是直接拉球出去。对，求生者也是选择保了一个平局，因为他们刚刚如果要摊的话，无心就不会说那个护腕拉到门那里去，肯定是往外走的。这里有点亏，对积压的求生者来说有点亏。对，因为他们积压的求生者这一把前期的节奏太好了，所以如果打成了一个平局的话，就相当于有点把节奏送回去的感觉。是的，其实对梦之女巫来说，她是不能去连清两个娃娃的。对，你连清两个娃娃的话，再去追机械，直接就三台了。就我们看到这个结局，因为她不需要牵制，我继承，哎，你秒切秒跟随到，我都不去防守你的继承，不去跟你的继承博弈的，我就直接持刀直接移情。那你接下去再打倒我的话，那就是三台密码机了。对，那这把的话可以看到是傻兜的机械师刷在了独栋门的方向，你本身如果想要抢冲墓地的话，已经有大半个图的距离了。是的，然后他是因为处理了两个娃娃，所以让傻兜无伤转进墓地里面，还修了一会儿机，然后还送掉两个寄生才倒地的。没错没错，那这把唯一比较亏的点就是柚子那波去救人嘛，被一只狗给卡到，强行把傻都给卡飞了。对，然后他也是，就齐燕那边也是在骗，一直在骗，又踩个板，又是做动作。是的，所以是把那个，然后再放了条狗，就导致救不下来。感觉就是柚子不禁心生感叹，就曾经的你现在变得这么稳了，但是很可惜坐在我的对面。对，那我们看这把的一个赛后数据。首先是傻兜拉了45秒的一个牵制时间，但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个跑图时间嘛，脱离恐惧范围的一个时间。嗯，柚子是43秒破译一台，无心破译了181%，牵制了27秒。仔仔这里是接近两台半的一个密码机。是的，体验的话是命中求生者9次，然后击倒5次。嗯，是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数据吧，因为前期真的在处理娃娃的选择上有点吃亏了。打掉第一个娃娃，其实他有很多的选择，就是要么放着寄生，放寄生去跟机械，然后他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或者说就是直接不去打那个原生，两个镜头更快的去包机械师。我包你机械师的话有什么后果呢？我寄生哪怕消掉了，我原生不会让你移情成功的。对对，但是他就是用原生处理第二个娃娃，导致那波机械师是有机会能够进行一波移情，很亏。是的，因为这把的话前期他已经处理了一个机械师的娃娃了，你再让他修的话，其实他也修不完一整台。是的，只要挂上去，只要倒地以后再去用自己的信徒稍微干扰一下嘛，让你那个娃娃就半个娃娃，说不定也会像 AGT 那一把，就是被干扰的无限跑图跑马拉松。那这把的话，他们本身求生者他们阵容就是有机械师又有心理学家，那这两个角色一选出来的话，对于梦之女巫来说，他就是有一波打掉送掉寄生刀之后直接回满状态的说法。如果这个时候再要去选择处理两个娃娃，可能有一点点不太理智了。没错，好，那就是双方的下半场换边。是的，有 Reborn 的求生者对战 GR 的监管者。那这把毕竟是 Reborn 的一个主场选图嘛，对于他们来说，监管者能够保平的话，只要他们来完成三跑，大分还是可以拿下的。对，就看行不行，毕竟是他们选的图，所以求生者那边可能也有研究，毕竟他们是夏季赛的时候已经在练这个永眠阵这张图了。没错，那现在的话看看他们怎么说了。对，同样对皮皮线来说，他也是有机会的呀。对，因为你先看选手介绍吧，这也是 Reborn 的小爱，九军一分6480.7，军签池塘44.88，这个逃生率算是比较出色的，70%。是的，那小爱的话常用角色是先知还有昆虫，他还有一手就是有一个病患打得比较多的。没错，之前在青训的时候就是绝活的病患，当时还遭到了就是赞赏。哎，确实受到了这个桃形的赞赏。就是我解说我队友，对，这种感觉。那这边的话是 Reborn 求生者东风，东风局均演绎分是5244，轮军听的时间48秒，轮军破译进度115，逃生率17%。是的，东风上角色是机械师。对，这里的话只要他上场基本上都是他在操作嘛。对，我看他就是他们备战间之前人家都是在讨论战术什么练手感，然后他在做俯卧撑。因为他们队伍说要看看谁的俯卧撑做的比较多，热身是吧。是的，那这里是陶行局均演绎分6507.75，局均牵制时长72.78秒，局均破译90%，救人次数0.75。
是的，陶鑫的话现在常用角色是前锋跟空军，他是一个监管者转求生者的选手，转的还是非常成功的。是的，而且 Reborn 这支队伍的话，我感觉他们会非常喜欢空军这个点，就哪怕像这名选手就初出，他也会经常拿出空军这个角色。是的，看突出的数据，主队这边的话是伦俊一分6393，然后伦俊牵制时间55秒，伦俊救人0.19，伦俊破译进度150，然后逃生率50%。这样角色是祭司以及先知。是的，还有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空军，而且他在军工厂也会拿祭司。对，这是比较恐怖的一个点。他们这个队伍可能跟别的队伍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喜欢拿空军，还有就是军工厂也会拿出一手祭司的体系。是的，是的，他们就是会比较相信自己的一个体系吧，还有个人能力。对，然后这一次皮皮线橘军一分9066.26，橘军击倒是15.84，排在联赛第四，橘军淘汰两人，刺抓率11%。这样角色雕刻家破轮。对，皮皮线的话也是拿下了上周的最佳监管者，因为他上周的这个橘军淘汰有到2.33，然后四抓率到了33%，嗯，非常的高。对，但是也是因为前两周的一个数据比较低迷嘛，导致他现在这个数据看起来并不是很好，但其实他的状态是一直在回升的。对，可以看到他之前那两手四抓的雕刻家，对，就很吓人的状态。还有那个我们看的那场永恒的回忆，对，那个隔墙相望的两人，星光大道，对，可以看到他在那么急的一个局面，也是就稳住心态，思路非常的清楚，思路非常清楚。对，你这个的话也是上周的一个，就两个名场面嘛，一个是奇岩的，一个是皮皮线的，没错，而且他的两个对打。他的邦邦跟雕刻家其实刚好是可以呈现一个互补的状态。对，你要针对我雕刻家，那我可以选我的邦邦出来针对你对面的一个阵容嘛，你昆虫对吧？对，你的昆虫什么精力啊这些可能就比较怕我的邦邦了。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监管者角色持身的一个重要性，不被对面的求生者克制到。所以也是看一下 Reborn 战队这边求生者会想要更针对皮皮线的哪个角色来打呢？对，或者说更想面对他的哪个角色？对，第一把永眠阵的话，感觉说雕刻家的概率会稍微大一些。嗯，尤其是上一把的话，积压求生者是拿下了一个平局，所以这把如果皮皮线想要去寻求突破的话，可能破轮跟雕刻家会比较大概率吧。没错，没错，就看对面的阵容嘛。因为皮皮线三手其实就可能就邦邦没那么舒服，但是他也创造过在永眠阵很多次四抓的邦邦这个奇迹嘛。对，但永眠阵这个地图本身是比较适合破轮跟雕刻家的一个发挥的。没错，这里先搬掉机械，因为他的三手角色池都挺烦机械这个点的。对，求生者前锋先知，前锋祭司先选祭司。那选出来祭司的话，可能就是防雕刻家跟邦邦的概率会比较大了。是的，那这手搬的先知对皮皮来说他是可以打破轮的。对，因为你单前锋的话其实是给不到破人很大的压力。哎，直接拿玩具伤了吗？哇，选得好快啊，佣兵加玩具这两手感觉是有预谋的，有操作，有预谋的。是的，因为研究了很久的。对， Reborn 他们战队其实比较喜欢一些偏稳定一点的就是阵容。没错，很少说会拿就一开始就拿花活这样。是的，是的，是的。哦，其实玩具伤的话，玩具伤跟病患它的一个区别就在玩具伤可以帮到队友嘛。对，这把的话其实是有两个队友可以拿道具的，然后病患的话就更注重个人牵制和卡尔明。是的，然后玩具伤的那个跳板也是有说法的，有的时候就是能直接跳上楼梯。不过玩具伤它是一个很吃熟练度的一些角色，因为它那个跳板有时候放歪就跳不上去了。没错，那这里皮皮线的话其实这把追的话如果能逮到前锋和佣兵先逼一逼反而是最好的，他这把更不怕那个蜂拥而至。如果是碰到了祭司和玩具伤可能会被拉开很远的一个追击距离。对，你刚刚那么一说想想佣兵跟前锋好像也会拉开很远的距离。对，但是就他们的道具很珍贵啊。确实，他们道具就是那种不可再生的，那像玩具伤这种至少是可以循环利用。对，然后祭司的话也是可以不断再生的。是的，那关键点还是这把的一个祭司吧，因为你不管追谁可能就面临的就是要追那个人加祭司。对，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手抢了祭司，就看到出他们想要去打永眠阵的这个祭司体系。是的，是的，所以这把对双方来说都有机会吧。如果说
开二阶开得早的话，那皮皮线可以乱抓。那穷者配合，如果配合得好的话，那三跑也不是不可能。是的，那这把的话，玩具商是带了一手化险为夷，是，然后前锋去带一手双弹。皮皮线这里选择底牌加张狂，对，比较常规的一个雕刻家的天赋。没错。好，现在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决由 Reborn 的穷者对阵巨鸭的经管者，由解说林子九鸭几为您带来 IVO 实时赛况解说。这里在独栋，在红蝶和同样的一个刷新点。是的，前面的话是小爱的玩具商，还有一个前锋。对吧？哦，这里是先放了一个踏板，在这个位置吗？是的。这个位置的话，感觉很难用上，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是用来被反弹过去的嘛。对。他除非是反向从独栋那边过来反弹，那可以直接飞中场。那这里的话，一追二了，连上了，怎么说空地能拿一刀？这个距离出刀级的，怎么说这片？哎呀，好亏啊！这如果能先拿到一刀的话，节奏大好啊！是的，那第二个护腕，两个护腕，弹护腕以后翻下板，想利用反弹，但是反弹被皮皮预判了。再来一手推，那感觉这个佣兵是可以抓到了，三个护腕都没了。是的，穷者方如果把佣兵给追掉的话，那么就只剩下玩具商的一个化险为夷了。这该不要进洞吧？还起大洞，一个踏板直接上二楼，先踩。要清一下大洞了。是的，这波其实还好，哪怕上二楼你也拖不了很久，我手上闪现好了。是的，而且玩具商必须要跑图，就是玩具商或祭司其中一个得跑图嘛。对，而且密码机的进度是非常的少。是的，因为前期布置了很多，拿一刀布置了很多的道具啊，还有大洞这些，直接交闪。对，因为已经知道他没护腕了，那这里还是拿一刀比较划算。是的，存在感更多。是的，打倒在独栋，那现在的话相当于是密码机一抬半就倒地，还有个地下室在脸上。是的，哎，车贴边边，贴到了，有点危险。这因为有祭司的存在嘛，所以干脆就挂外面，而且能方便自己的本场更快的去找到人。是的，因为这可以看到玩具商要过来吗？他没有通缉到玩具商嘛，他只通缉到了祭司，所以这里就干扰一下前锋，看能不能在手以前多赚一点东西。他没有把雕像交完，他就是骗一下你的一个破译时间嘛。对，我们可以看到小爱同学他是想要打了一个耳鸣，但是没有救。是的，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他也没有修密码机啊。嗯，而且前锋也在被干扰呀，最关键的是现在又开修了。我感觉他这里是在犹豫救人跟修密码机中间，主要他有一个踏板，但是他过去的话也要付出一个让雕刻家到达二阶的代价。对，这个代价干脆算了吧，就保平嘛，对他们来说就保平拖。但现在的话因为密码机的进度比较少，对于皮皮线来说节奏可不止保平啊。是的，不过好消息是他没二阶啊，穷者能该牵制还是能牵制的，道具多，道具多。我脸上的话卡的是一个小爱的玩具商，现在想要去找第二波节奏，然后密码机是开掉了两台。那你看三个洞的祭司满球的前锋，加上玩具商有踏板，谁都不好追。对，那边的话洞已经布置过了。是的，叔叔这里直接是往墓地拉，选择深追吗？不好追啊，需要啊，手上三组雕像，但是谁都不好追。是的，密码机插两台，而且现在他小爱的密码机一抖，他肯定会知道那个是小爱。是，现在再次把踏板提前放好。是的，要不要逼一下前锋的球呢？他这个毕竟是不可再生的，我觉得他可以逼一下。已经看到了一个盲夹，先把板踢了。前面陶晴是打算交个板弹，这里再来一波预判，并没有夹到，两波预判，陶晴卡得非常的好。而且这里的话，哎呦，第三下也没中，很细啊，陶晴的走位修起来了，心理博弈拉满。是的，前面是直接交球，不给你机会，拉到了玩具上刚开完的密码机边上。哎，第二波预判总是夹到，总算夹到了。那现在的话球还有大半个。是的，拉到了甲门的位置。哦，要倒地了。是的，这一波陶晴好像是想回头吗？他可以考虑直接往前拉球的，其实因为前面的板还在，拉到前面板区再
在一个反弹拉独栋，还是有点机会。是。那现在的话，是因为陶行的这个第二波牵制了很成功，所以密码机是脱钩了。没错，这把对熊子来说是有保平节奏的。对，那皮皮仙现在得打一个时间差。这里，哎，一个合成夹到了计时两下。那坏了，怎么说密码机在抖，要不要出去？这个计时是救不了人的，而且独栋这个位置的话也会被干扰。我们看一下，而且看到现在密码机的分布是都在内半场，就没有在椅子的这半场。是的，再来一个坟场，想管小爱同学，但是出出怎么说，看到了出出的脚印了。对，这有没有可能把出出给逼到最外围啊？就是。但他有三个洞，对，也是比较难，所以不太好架住。那这一波应该是吃一个插刀救了。现在是看到了，直接倒，直接一刀。那现在来不来得及啊？要不传送？不传了，不传了，直接钻洞。钻洞过去，刘哎，但是三个人全在这个门，是的。不过陶行是很果断的，把手上球全交。那陶行手上皮皮剑手上是没有皮皮剑手上是没有挽留的，他这把是张狂底牌，一个合成直接夹倒。这里挂飞的话，守门是来得及的。现在的话，传送门的精度是50%，看一下这个地方还在点，还在点，要不要直接传了？直接传了，门感觉有机会能开。这里怎么说？先放坟场吗？先放雕像？哎，没有开。那这里的话要堵，要卡位，失误了。刚才小爱同学他是收手了。哎呦，那这样的话，就算把他一直守着不出去，也有一个三抓了。没错，那现在祭司是半状态，这把甚至有四抓的机会。对，因为那边的门是完全没点过的，就看这个坟场能不能定到。看看，地窖点是在路边摊甲门，有没有看到？合成一下，哎，定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在二楼底，定到了祭司在墓地方向，应该直接靠过去了。知道，直接靠过去。再定一下，带一个合成，那确定了在中场的位置。对，对皮皮剑来说，他现在求稳就好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打洞过来，你是不能直接救的，你最多跳个地窖嘛。最多跳个地窖的话，他大分也有拿下了第一把。是的，大分是有的。再一个合成，定到了祭司。哦，这祭司好像想靠过来，但是你只有一个洞啊。对，一个洞怎么够？等一个坟场，等一个坟场，不急。一个坟场把人逼过来，哎呀，漏了漏了！哎呀，这打了个奥利奥！奥利奥！天哪！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小帘子，已经有好几个打过奥利奥了。那边有个小水桶，那边有个小水桶，这里想冲门，怎么说？能不能冲到？完了，这雕像空了，好伤啊！这一波太亏了。对，感觉刚刚是有机会的，他打奥利奥的那一下之后，就感觉有机会拿下一个四抓了。但是也是艺高人胆大嘛。嗯。对皮皮剑来说太可惜了，但是对吕凤来说，他们也是争取到了一线生机。对，万一这波被直接留了，那是一个7-2啊。对，那最终比分5-3的话，也是挽回了一点嘛。对，不过这把的话算还可以了，跑了一个，因为他们前期的追击节奏起得太快了，佣兵基本上是三个护腕全交，然后就没了。就现在雕刻家感觉是什么？就是开局再也不怕蜂拥而至了。对，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碰到什么救人位了，我碰到救人位反而开心，我见到一个追一个，好开心啊！没有双弹，对对对，然后我就逼你道具，我大不了就追，哎，你总会带到你队友边上的呀。对，因为就当你在追击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给不给机会，只要他是给机会的那种佣兵，你就可以追。确实确实，所以这把皮鞭打下来，他从开局的思路到后面的手椅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嗯，在也迅速了开了二阶，开了二阶以后。只是有点可惜的是被陶行给牵制起来了，不然他这把是给有更大的概率去试抓的。对，而且皮皮线的话，它其实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我们先看看赛后数据吧。嗯，这把陶行的话是破译100牵制54秒，初初是破译了200牵制57秒，东风是牵制59秒，小爱是破译200牵制24秒。是的，那皮皮线这里命中了求生者13次，击倒次数5次。是的，你这个数据对双方来说都。就皮皮线那边，有点点、中规中矩的一个数据吧。对，中规中矩吧，因为你想说，就本来想说皮皮线那边有一点点小亏，想想他也不亏。
是，然后想想九任，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可能平局的一个对局面嘛，因为他是强行脱钩了这个密码机，想想他好像也不怎么亏。哎，那皮皮剑不亏 ，Reborn 也不亏，那谁亏了？哦，我们亏了，我们亏了，解说我们好像也没亏，我们也没亏，我们也看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对，其实我们也没亏，就皆大欢喜啊。对，对吧？这把属于是三赢，三赢。是的，那刚刚的话，其实皮皮剑那边有一个比较细的操作，当他挂上前锋之后，想要传送去堵那个独栋门，但独栋门其实已经是点了一段时间的。所以他当时落地了之后，他那个方向是先卡着两个门缝中间，他是直接把整个座椅落在了两个门缝中间，这样的话就算你能把门抢开，对，你也挤不出去。而且当时小爱的话，他是在点门的时候是防震慑嘛，松手了一段时间，本来感觉是落地的一瞬间应该是能开掉，然后吃这个一刀，利用那个插刀再冲出去嘛，对，但是也比较可惜。是的，那比赛也是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事休息，等待下一局的到来。前锋没有声，前锋没有蛇声，他没有机身吗？有机身吗？打不接，而且直接传，大概多少？大概是25秒，你转来大概看五面是够的。完了，救不下来，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没有没有，能开，我们能开，我们能开，小心，你小心。别急别急，我来这边溜，一会儿你们直接就要给你盘。砍刀砍刀砍刀，跑！你这样我跑，中场中场这样跑，我扛不了，这样跑我扛不了，中途的，那是我机身呀，要不所以我扛不了啊。我看你这在抓谁？又没被绕了。不动接大盾，不动接大盾。啊，不对。我在3板修，三板，我这台，前面有第二台吗？没第二台是吧？还差点。没有，他独栋，等会修独栋。没有一刀，没有一刀，没有一刀，完全还有搏命。能走吗？没一刀。地下在哪儿啊？进不去，跳跳跳。也不知道。哎，进不去的呀。哎呦，这不搞笑了吗？各位回到 IBL 秋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林芷，我是解说鸭子。那么即将为您带来是由 Reborn 对阵 GR 的第二局比赛。是的，那刚刚也是打了一个有来有回。其实虽然说可以看到，在刚刚那局里面，佣兵起的狙击节奏虽然比较快，但是第二波节奏陶行是顶起来了。没错，就两个人的时间平均一下的话，确实也是直接整成一个平局局势嘛。对，因为在那个小双十一的地方本身也还有一块板子是下过的，所以那个雕刻家的雕像交互夹是比较好中的。嗯，没错。然后陶行用自己的一个心理博弈，让自己躲掉了非常多的雕像，到最后也是拖了特别久。然后但是皮皮线也是抓住了那波手语的机会吧，把祭司给打成一个半状态嘛。对，让求生者方救人会只能强行开大型开花，那回光返照以后才去救人会比较亏。对，然后后面也是一个压走位，然后祭司那边有一点点小失误，因为那个地方它其实有个桶，而且它有可能是打到那个有帘子的凹槽里面去，它就打在桶上了。对，直接给桶来了一个对穿。 对，所以当时皮皮剑也是慌了，他想，哎，这还能打个奥利奥吗？他也没想到呀。对，所以他赶紧掉头去手椅了。他本来想要看一眼，结果立即回来看看有没有打到椅子上面去。是，然后看到那个椅子边上，哎，没动，脚印都没有，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这个洞怎么打的？然后那个最后回去看的时候，发现人已经从边上偷偷的走过去了嘛，出门了。是的，不过他也是就好不容易，真的好难才跑一个刚刚那里。他其实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半状态的祭司，然后他的洞是交失误了，没错，然后他也是凭借一波比较秀的一个片走位，对，走出门了，然后也只能说他个人的一个操作吧，阴巧对吧，对吧，弄巧成拙。如果说那个洞真的打出去，他还不一定能救下来的，就是那个可能救不太下来。对，因为那个椅子边上那块板嘛，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加速板，弹独栋那个加速板已经被踢掉了。对，所以它不能是直接打到那去。对，它只能打到中间那个空档。那可能你这边哪怕救下来，我手上雕像多，我离你近，对吧？就不像你冲门那个那么远。你在空地的话，我雕像还是比较有机会能够分裂合成夹到你的。
是的，那来到现在第二局的话，是鸡鸭这边选图选出了一首《红教堂》。哎，是的，《红教堂》这张图的话，也是让皮皮线他的邦邦还有雕刻家发挥最大限度的一个强势。是的，那不过《红教堂》的话，本身也是 Reborn 他们很喜欢的一张地图。是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赛前采访，是东风谈一谈自己欣赏的选手。首先监管者这边的话，还是比较钦佩大魔王东玄的。虽然说联赛刚开始的话，就是说可能发挥失利了，但是后面又醒起来了，然后太厉害了，就挺佩服的。然后的话，人求生者这边的话，像上次看那个朱雀的小铁，哎呦，那个前锋牵制300多秒啊，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们是真的值得去学习一下。那局我都差点以为要平局了，挺厉害的，佩服佩服。最近自己的发挥的话，说实话，不算好，但其实也中规中矩，对我自己来说，但是还有更多优化的地方需要去改进。但是像气运这个东西的话，说实话，咱们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没用的，还是得靠自己，凡事都得靠自己。对，他说的那个气运就不信谣不传谣，但是他自己不是因为东玄的 ID 所以他把名字改成东风了吗？对，不过他那个是就不是自主意愿的，是队友让他改的这个名。那太离谱了吧。对，那我们看一下两个队伍的近三场局均得分情况。首先是 Reborn 的穷者，第一局 2.33， 第二局 1.67， 第三局 1.33， 以及 GR 的监管者，第一局 2.0， 第二局 3.67， 第三局 1.33。 是的，那第二局的话，看这个折线图是 GR 那边监管者会占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的，第二局的话，对于班位来说，就是你可能平时的排位中，对吧，你可能可以接触到穷者被搬掉两个，你打的习惯，但是你第二局的话就跟排位完全不一样了，你在搬三个的情况下，可能一些体系就会被破掉了。是的，像什么祭司啊，你想拿出来我一开始就给你搬了。是的是的，也是需要一定的取舍。是的，就是平时也需要多练几套体系嘛，像什么病患玩具商啊，就有的队伍他是穷者就不怕搬，对吧。那像监管者我们都知道，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一个班位，所以对他们来说影响并不算特别大。对，想起来看刚刚那个采访，就是他说气运这个东西不信谣不传谣嘛，然后他说我想要不要改个名字叫做什么东桃桃东之类的，因为桃形转的倒是很成功，所以说要不要试一下，就你不要蹭那边桃风，我桃风了是吗？对啊，哦这个挺好，桃风这个挺好，我直接去改，我改个鸭东。为什么？就相信东玄的实力啊。对啊，这里来到了第二局上半场，我们看到皮皮线是把祭司先按掉了。祭司这个点确实 Reborn 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核心位。是的，祭司和机械，然后他们也是尊重的一手皮皮线的邦邦绝活。是的，那这里没有抢昆虫，因为还有国家队需要抢，看一下皮皮会不会考虑把昆虫给按掉。对，还是说要搬掉一个救人位呢？搬掉了佣兵。是，那搬掉佣兵的话，其实有病患可以替代，新患都可以出来了。如果这样，是的。而且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是单救阵容嘛，所以有个心理绝佳，还可以看看前锋能不能回满状态再去二救一波。嗯，没错，就省去一个换位的时间吧。就看他们会考虑更稳一点，还是拿昆虫出来针对皮皮的雕刻呢？哦，邮差也可以针对雕刻。是的，而且对于队友来说，就辅助能力也是强的。没错，就双方都有辅助能力嘛，但是邮差的话会更全面一点。是的，因为他在像救人啊，或者是说队友的牵制，或者是秀密码机，都是有一个辅助作用。是，就打一个比方嘛，我病患或者先知我六五台了，对吧，那我昆虫是不是这把没用了，整场没用。但是邮差不一样，你哪怕六个五台六个三台，我同样加速性破译性通通的就是往外发。是的是的，他们两个强的点就不太一样，不同的一个方向。对，皮皮线那边是拿出了雕刻家。不过这样下去的话，他们求生者的阵容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脆呢？嗯，没错，就看着好像就都能抓的样子。对，只不过有先知然后有前锋会帮到一些吧。这把感觉也可以去考虑带个单化型位移，就让病患带，然后前锋带手双弹，然后去 OB。 是，就打的有点节奏有点差的话，那就考虑卖掉嘛，让监管者开不了二阶，让你雕刻家开不了二阶，后面还有牵制的机会。
对，那这把的话前锋可能比较优先要修中场的密码机了，嗯，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在中场转点的时候帮忙撞一撞。是的，不然的话这个阵容感觉真的有一点点小脆了。没错没错，就是对于钓鱼侠来说是都可以追，但是还是考验他熟练度。对，尤其是你选个病患然后没有选心理的话，他就又少了一个辅助作用。是，就虽然说这个辅助也是只是对他们两位求生者来说的。对，就我们别说像先知什么很脆很好抓，但是他就正常走空地，我捅你三个插刀对吧，叫狼疮翻一翻，雕刻家你也很难受呀。是，然后病患的话他甚至说勾了之后能直接弹进去那个教堂的窗里面。是的，所以拉开一个比较大的距离。然后邮差也是同样的，不仅有狗还有一只鸟，也是同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对，邮差的话可以在雕刻家想要进教堂的时候放那条狗。这把是双化险位啊，桃心还是比较自信，没有选择带双弹。是的，皮皮线仍然是底牌加张皇。就其实双方来说他们的天赋都带的比较常规一些。现在的话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比赛LCR的监管者对战 Reborn 的求生者，由解说鸭姐林子为您带来 IVL 实时赛况解说。这里花园出生点位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小爱的病患，还有东风的先知。对对，不过那个点位的话他们两个求生者都会说直接拉点走，一追二了呀。是的，这波一追二好像是哦，绕了一下又来了他的经典反绕，但是好像是被前锋爆点了，绕直接杀到了墓地。这波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脚印呢？这已经拉走了，初初已经拉到了花园的地方。这脚印是怎么感受到的呀？直接找到了邮差，因为他是往墓地里面盘了一下，耳鸣没有起，嗯，然后就直接再过来这个红毯，直接在小亭子先交了一组雕像，但是没有夹到，回头一只狗硬吃前面的窗，你敢翻吗？不敢，考虑回墓地吗？这里平地吃一个鸟，感觉这里转中场会比较好，因为中场有前锋在修密码机，毕竟这里很稳，想夹，有一点点卡到自己了感觉，对。继续存雕像嘛，就我存雕像的同时你不敢走。是的，你不敢走的呀。他们哎翻了翻这个窗，但是卡的这波时间非常好，过来了。是的，桃心再来补一波撞，那这个距离初初拉的皮皮线没有办法，是的，继续追击了。哎，波预判窗一下。是的，但现在密码直接交闪过的了。那前面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夹到一下，先拿一刀再说。是的，桃心直接拉球交了好多。哇，那这个又撞到了。是的，而且这个是半个球的一个撞，现在直接晕在原地，手上有坟场还行吧，有坟场可以继续跟一下出出。看是看到了一个十字架，夹到了，天哪，这么远距离，这波球完全浪费了。是的，就相当于你半个球，人家一个坟场就已经把这个坑填回来了。是的，现在往花园一挂。而且前期的话陶行是一直没怎么修密码机的，只有两台，多一点点的一个节奏。对，那现在看一下你的病患。是的，对，小爱在大推，直接压出来嘛，直接压出来刚好前锋不让他修了。是的，因为他是排过，但是小爱那边是可以翻翻墙进去的，感觉要无伤了。皮线这一波直接尖交两组雕像，再拿一刀下来，再补一波球，配合非常的好，但是这一波出动了三个人，只有先知一个人自己在外面修。对，而且先知的话也是跑了一个图才到小门二号那边修的。这个窗户怎么说，有没有预判一夹的说法，只差一下就能到二阶了，但是没有夹到，很急。出出前面可以再利用一个反弹一波撞，二阶了，前面一组雕像有没有合成，直接合倒。但是前锋这个位置皮皮线知道他球已经不多了。是的，那感觉陶行这台从开始修到现在都没怎么动过密码机。是的，到现在就动了三层嘛。对，就相当于没怎么动了。就上一波两个人去救人的话没有保起来是血亏的，是就也是一个化险唯一，时间刚过就倒地了，很亏很亏。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我们看到上椅之前是开了两台，现在下椅之后也就顶多开了一台吧，顶多也就加起来是一台，只有先知一个人是没被干扰的。对，这波这个人现在的话你这个人还不好不救，
卖了，但是也不好救，卖了直接卖了直接传先知，看你先知怎么跑。而且脸上还有个半状态的病患，远处有一个没有鸟的先知。是的，要不要往花园方向交个合成呢？哎，定到了，定到了，小爱。小爱这个点位有点危险，他得交一个钩爪去墓地了。直接交。是的，一个坟场前面躲得非常好啊。是的。回来夹到一下，又夹到了，直接炸倒。那这波节奏续的算是比较快的了。对，那现在的话还能继续挂在墓地。挂在墓地的话，中场那台也还是还没开。嗯，中场那台前锋从开局修到现在，终于修到一半了。对，然后他去修大腿。这波是打算让先知来救吗？一个坟场投中场没看到人。对，因为陶行他也是选择了修大腿的密码机。一个合成定到了东风的位置。对。现在手上还有一组雕像，这波手艺很关键，他不能让先知吸太多鸟，对 PP 来说。对，但雕像有一点点续不上。是的，先拿一刀，不想让你再吸了，而且也没有卡过半。哎，先打倒。对，因为 PP 先那边也是不想你再把鸟吸出来了。没错，就换挂。换挂的话，让小爱去补最后一台遗产，他有一手坟场或者说传送可以去管密码机。这先来一个坟场，看能不能打倒。打倒的话，这把就四抓了。他可以稍微压出去，因为刚刚陶行是在大推量密码机，没那么快能赶到。对，小爱他也未必敢救。对，小爱没有交钩爪，现在他去补密码机，就中场那台不太好补啊。对，然后陶行的话也不太好救。是的，这边感觉可以同时压两个人。哎，合成已经合到了。哎，现在这个地方等雕像，等雕像。本来红毯的牵制空间就是会比较少一点。是的，这里再来一组雕像，一个合成躲开了，非常的旧。对，看一下密码机还在抖动，那他就可以安心的继续追击陶行了。是的，再等，我继续等。哎，现在刚空，现在看一下脚印还在，还在，可以再追一手。哎，不选择追，选择回去守。是的，他觉得小爱这里可能会交一个钩爪。是的，他怕赶不上。下来，确实勾了，但是怎么说？合成，救不了，但是没有人压密码机了。这里先知应该是能首飞。哇，首飞的话，哎哎，怎么救下来了？没事，密码机还不够。是的，但是情况是先知万一把鸟吸出来，他是能顶鸟救的呀。是的，那现在的话手上雕像有两组，这波被救下来太伤了，密码机还不够。想要合成，但是这个位置不好加。BB 剑建议赶紧存雕像吧。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先打出去。密码机还差一点点。是的，这里能不能拦住一个？一个合成，没炸到，一个都没炸到。哎，拦了一下路。是的，那先知这里可以挂飞，看一下准备管哪个门。他看到病患是往小门去的。这边的话，他们两个都已经没什么道具了。是的，看一下大门没有脚印。对，应该要传了，这把感觉还是大概率三抓了。对，但是陶行这也是满状态。哎，加到一下，哎，还抽到刀了。哇，那这个地窖可能就走不了了呀，现在还有一组多的雕像。是的，地窖的话可以看到在墓地现在还没开。急了，这里没看到视野，直接交。那感觉这波如果再往前跑是有机会的。是的，前面有一个坟场的机会。这个合成很关键，哎，最后一点球，但是炸出去了，而且还飞了，是的，那这就跑不了了。最后一点球拉到了地窖上，但是因为后腰没办法去躲这个合成。是的，然后合成也是把他的身位往前炸了一点点。那皮皮剑是再次拿下了一把三抓，对，这两把他的一个雕刻家都完成了三抓，非常的秀了。对，虽然说是有一个四抓的机会，不过也是被 Reborn 那边求生者稍微运营了一下。是。感觉那一波手艺的话，对皮皮来说他有点急了，就是因为先知已经快挂飞了，你就没有必要去后面看了呀。我站在椅子面前，你敢出来吗？你是个病患，你又不能吸鸟，对吧？那你顶多就从上面墙翻下来嘛。对，那我就站在椅子面前，你翻下来，我就你那个落地后摇那么久，直接一刀就完事了呀。是的，但他这波出去确实是给到机会了，本来是把一个四抓的，本来是四抓的一个局面，就活生生的给让出去了。对，然后陶行还有一波，就是陶行在红毯的那波牵制，就那里那块单板牵制，本身红毯是一个不太好牵制的点位吧，是，然后他顶起来了。如果那波击倒了陶行的话，他直接传送病患，那也是一个四抓节奏。对，
太可惜了，这两把其实对于皮皮来说都是能试抓的。对，因为对于他来说，他得控制那个密码机，就在他没开的时候把桃心击倒，然后他是没有拿到这个节奏，然后看到小爱那边是走了，所以他赶紧回去守。是的，我们这边看一下赛后数据，这里是前锋牵制了100秒，然后破位了123%，桃心这把又牵制了很久啊，然后小爱牵制68秒，破位了177%，初出的邮差75秒，然后东风的先知36秒，就有两次破译了两台密码机。是的，皮皮仙那边是命中了求生者18次，然后击倒8次。没错，这把的命中会相较上一把多一点嘛。对，不过感觉其实他有好几个机会都是能拿到一个四抓的。当时那台密码机虽然是陶行从最开始修到最后的，但是他其实都没怎么动过。是因为他其实用自己的一个个人实力啊，坟场一个远程坟场居然能把人给在空地夹倒了，对，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一波就完全是一阶的雕刻，是那一波是完全让前锋的努力化为了泡影。对，然后在中后期的手椅上面做的也挺好，主要还是那波被偷了吧，太不应该了。因为他哪怕没把桃心给击倒在花园，他回去手椅那波也是有机会能试抓的。是的，我感觉就是后面他们想运营在墓地手椅的时候，就他其实已经很大胆的压出来了，但是还是就差一点吧。是的，是的。可能也是因为那台密码机修太多了，然后就修太久了，他开局就是那台陶行修的密码机，然后到后面最后压的那台还是中场的那台。是，这就是前锋修中场嘛，人家中场就是来个人你要帮一下，来个人帮一下，那我密码机谁帮我修嘛，没人修呀，就只能往那一放，进度差的是真的很多。对，所以感觉他在进度就可能差10%、20%、30%的时候就不太好感觉得出来。对，然后下半场的话双方换边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压力比较大一点的。对，就看他怎么去在红教堂拿到优势吧，因为他这把尽量得去保平嘛，那当然最好的是三抓以上，三抓以上的话可以把分数给扳回来，因为5-3的一个比分他只要三抓那么就一切回到原点。是的，那企业的话他那边有可能会拿梦之女巫或者雕刻家，就看看他们家求生者要怎么选择去扳他的监管者。对，感觉应该大概率还是把梦之女巫给扳掉嘛。对，毕竟虽然是红教堂，但是毕竟第二把的一个梦之女巫它的班位又多了一个，我上来可以搬两个的情况下，我先把你先知前锋给按了，你也头很痛嘛。对，不过齐燕的话他的雕刻家之前在红教堂也是有过很不错的发挥的。是的，是的，所以吉雅选这张图并没有很大的限制到齐燕的发挥。是的，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双方近三场得分图，首先是 Reborn 的监管者第一局2.0，第二局0.67，第三局1.67，以及吉雅求生者第一局2.0，第二局1.67，第三局2.67分。是的，都是企业的一个发挥会在，对他的一个发挥会在第二局会比较浮一点吧。对对，比较低潮一点。然后吉雅的求生者也是在第二局会稍微低潮一点点。没错，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个赛前采访，是傻兜谈队伍首胜的一个关键点。平时要么就是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说是出去玩一会儿，然后有时候也就是看看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放松一下吧。拿到首胜之后肯定是很开心嘛，特别开心，因为终于有希望了。然后首胜的关键的话，主要还是PP 那把四杀吧，太厉害了。士气的话肯定是会有提升的，那庆祝的话就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吧。来，也是说了队伍之前嘛，因为确实是一直在连败中，对，感觉队伍的一个士气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是的，就我想起来他们拿首胜的那天，就那天他们的一个老队员567是去拔牙了，所以他们就拿到了首胜，然后到下一场他们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有人问567今天去不去拔牙，然后在想，那如果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如果吉雅后面比如说连胜或者是赢的比较多的话，是那567是不是终于换上了他的假牙，连牙都拔没了。对，其实怎么说呢，牙可以装假的嘛，对吧？但是无所谓，但是冠军对不对，一年只有那么一两个，失去了多可惜。我觉得567可以为了牺牲一下，付出一下。对，就是先把那些可能没那么关键的牙拔一拔，然后适应一下假牙的这个口感。首先四个智齿嘛，可以先安排市场。对，确实。然后后面再考虑嘛。对，那他会不会说第一天拔牙的时候拔的有点多了，后悔了，就应该分开四次来拔。确实，确实，那也是玩笑归玩笑嘛。回到这一场，一个下半场的话，就确实前面也说过，起源压力会大一点。
因为红教堂这张图我们知道 GR 一直以来的一张主图嘛，嗯，那他们敢拿出来肯定是球生和监管都能状态拉满的。是的，而且他们在第一局是拿下了一个优势，所以第二把也是拿下了一个比较稳的红教堂这张图。是的，不过红教堂这张图对于 Reborn 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主图啊。对，就看齐岩他的一个安排吧，他会不会考虑在第一手先把祭司给按掉呢？因为这个点确实能够让整个求生者就是完全串成一块铁板，那谁到了中场，这个祭司都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都能够保他。对，上一把就是因为没有祭司，换了一个谁？换了一个前锋，对吧？那他只能就跟个监控器、窗户什么，跟个监控器一样在那边看着。对，你来人，哎，我来了，我来了，哦，他不能修了。那你不像祭司，你打个洞对吧，我前面我三个洞长好了，我全部给你打完了，我直接在那边开修。对，也不干扰我。有的时候其实你红教堂有祭司，虽然说不在中场刷的，但他可能会千里迢迢跑到中场去先把这个中场布置好。是的是的，然后中间的板子一下，人皇先拉个洞，然后再在那个小房附近打一个贯穿教堂的洞，然后再去快乐的破译。哎，等我修完一台，我手上洞又好了。对，然后因为队友钻完了，我再打一个，在同样的地方再打，你继续走就好了。是的，这果然还是第一手搬掉了祭司。对，太吓人了，祭司这个点。没错，那这里也有一手前锋和先知可以抢，看一下 GR 求生者会不会抢呢？还是该抢还得抢。对，国家队嘛。还是说有其他想法吗？没有，先抢了。是的，因为把梦之女巫按掉了嘛。嗯，打起岩的一个雕刻家，这两个点都挺好用的。对，而且这两个点的话，本身这个组合会容错率很高。对，那柚子的邮差应该会先拿一手。是的，加上邮差跟病患。没错，那就是跟刚刚比较像的一个阵容了，就一样。基本上是镜像了，基本上镜像了。嗯、是的，就看班位也是比较类似。会拿雕刻吗？应该没大问题，也是雕刻，总不能直接破轮吧？确实，红教堂破轮真不好打，对，不太好打的。他那些无敌窗太多了，就没窗的地方呢，还可以给你推出来一个。嗯，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镜像阵容啊，对起岩来说，这把他必须要拿下一个往上哦，保平不够，三抓要三抓往上，要三抓才可以。对对，就三抓的话，有机会拿打第三把。如果是三抓以下的话、嗯、可能就没了。是的是的，而且对于他来说他可能还得，对，就是你上台之前你知道你要去三抓的话，你心理压力多少是会有一点的。对，你要啥也不知道你上去让你自由发挥，可能哎还真三抓了，或者说哎真四抓了，就是有那种没有负担的去打嘛。嗯，不过有目标也是一个好事嘛。是，就起码你在打法上面因为知道你是三抓嘛，所以就算他们要卖掉这个人的话，对，你也得稍微压出去一点，可以更加明确的去进行嘛？对，去进行整个追击节奏。那对于 GR 求生者来说，可能战术就比较多选多样化，就可以卖。对，可以卖了保平，卖了保平也是因为队友皮皮剑带来的一把三抓嘛。对，卖了保平也是够的，就牵制起来，就看看要不要卡办。如果风险大的话，就直接压满看够不够密码机。没错，那这里的话只有一个病患的化险唯一，对，其他三个人都是双弹。感觉想卖，对，然后起岩的话也是底牌加一手张皇，是的，在宅的前锋。好，现在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由积压的穷者对阵吕凤监管者，由解说林子九压，请为您带来 IVIL 实时赛况解说。中场出生直接去大推，大推大推是傻兜的先知，哇，算是赌到了。那就对，那这个开局是非常舒服的呀。是的，因为你赌这个点的话它是有风险的，而且卡了一手红光，傻兜的位置被拉近了，前面有夹的机会。是的，再次超近道，那应该是直接拿到一刀了，一刀进场大房了。看一下这刀速度非常快啊。对，开局30秒吃第一刀，一个十字夹并没有夹到，那前面鸟应该马上回来了。哎呦，又被夹到，夹到了。那现在有一个交不了鸟的机会了。前面是强行翻窗，这里利用一个窗栏，中场没有人，
中上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来下板，这个板没人下的话，傻都感觉要被秒了。那这里的话，看够不够时间翻出去，还有最后一秒，翻了，哎、翻出去了。但是没有出格装刀，因为感觉不够。对，那手上闪现还有三秒钟，前面是直接应该会倒地了。是的。哇，那这个奇岩的走法真的很堵，还真被他堵到了。对，算是撞到了自己最想要的先知。最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中场出生的监管者，导致没有任何求生者能去中场辅助。对，没有求生者能去中场下板，因为他们去的话要花很多时间，浪费时间啊。对，就看看你是要选择就策略不同吧，是要打套路还是说打个人牵制实力？没错，但现在密码机的进度也还行，这个人其实可以卖，可以卖，可以考虑卖的，因为他救下来也没有一个二六的空间。是的，你没有必要说非要去耗费队友的这个化险为宜或者是一些道具。没错，手上还有闪呢，只要让邮差继续在外面发光发热就好了。对，他去发挥他的一些休息性，现在赶紧去冲一冲。是的，然后吴昕是在脸上卡，这里一个分仓没有看到，他以为在左边那个墙，但是他结果是卡在右边的墙里面。不过吴昕以为被看到了，所以脚印露出来了。对，那这一波，哎，他以为还在里面，但是耳鸣没了，要不要提前赶出 出去了？提前赶出去呢？我前锋还是怕，是前锋拉到小门的位置卡着。是的，就换人卡嘛。那小门没密码机啊，为什么在小门卡呢？这一个坟场，但是人皇有密码机。对，他应该可以去补墓地的吧？墓地的话是一开始病患的一个遗产，所以他当时卡在一板一窗很好一些，是比较没那么远。现在找到了第二波节奏，是柚子的邮差，手上有闪现，有三组雕像，是有机会秒的。前面一个十字夹，柚子成功躲开，那一个拐角狗回来咬到，拉了好远的距离。那这一波柚子进教堂，这一次应该是有板的了。看一下进不进呢？因为刚刚的话，病患是从教堂中间过去的，所以应该会顺路下个板吧。但是他没有选择拐，应该是他吃实体刀，然后往小门带。这样的话，场上的密码机我们可以看到，墓地的开掉还少两个半台的遗产，而且柚子这里往墓地走，手上还有闪现，最好是能再拖半台左右。但是有闪，应该没机会了。哎，闪现，还是打到了，还是倒了。但是前锋这个地方是有机会操作的。对。没有考虑操作，可能稳一手。是，先下个板，那板弹放下来了，防你很稳。是的，这一波挂不挂呢？看到上瘾以后再拉。是的，现在场上密码机，病患能奶奶马上开掉。对，能拖够，现在相当于是差半。再补一波撞，这波撞非常凶，是从板中间拉过来的。是的，这里本身很狭窄，不太好撞的。对。那也给柚子创造了一线生机，再送出一封信。不要了。前面的板区先下板，哎呦，奇岩的雕像已经全交了，仔仔这里应该会求稳了，求稳了，求稳再救一波吧，要么不撞了。想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个省下第二波刷的机会。哇，这个板翻了过去，那这里只能交一个坟场去管一下密码机，但是投错了，他在小推修啊，强行去管机子，那能摸满。那调状态的话对奇岩来说不太妙啊。是的，对，调状态你再找到病患，其实他是一个新人啊，他没上过椅子。是的，还有三个爪。哎呦，黄花菜都凉了，这脚印投下去，不是，这个坟场投下去脚印都没了。对，对于求生者来说的话，这三台密码机分散的是蛮开的。这一波倒车入库，但是发现吴昕根本没搭理他，直接就是往小门口直接交道具。对，那现在一个二阶合成没有夹到，甚至没有合成夹到一下。但是对邮差来说，他如果去破译小门呢，小推那台的话，是有可能会被传的，很危险。是的，所以他也是奇岩一直在看密码机有没有在抖。对，他现在就打一手声东击西，但是前锋到了无所谓了，邮差尽量修。前锋可以拉球打断奇恩的这个传送，但这个拉球打断传送是就是比较难的，就是你在空地我也硬拉，我就硬拉，硬拉，对，我就直接我不撞运我也拉，哎，但是他把板下了，那没事了，你这一碰就走了呀，是，那这个如果被秒在这里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是不能让他过来啊，他这波就是硬拉，哪怕我前锋秒倒在小门，有病患可以救。对，只是他刚刚那个点位已经说没有办法了。是的，反下了以后，哎，一夹，那应该是倒在了小推，看小推附近应该能挂到二号机，这台密码机抢不了了。
还是有说法，还是有说法。现在的话，他们是选择让吴昕过去抢小退的密码机。这里有没有机会偷袭一波？偷了，他偷了，偷袭到了，那就可以抢了。帮忙扛一刀，没有扛到，还能偷。对他这波撞下很关键，是可以继续抢密码机了。前锋，这里仔仔，哎，怎么又回来了？强行吃一刀，差多少？密码机90。感觉要不要强行撞一波啊？哎，合成，没有炸到，好险，开了空间。那现在的话，分散。地窖在大推，这里柚子直接送信，应该是给队友送点开门信。传送还没好。是的。吴昕是直接交道具去开小门，他们想抢这个小门。是的，先合成到一下邮差，翻一个窗，有一个弹窗加速。是的，这个是傻兜前面推过的窗。感觉留下了伏笔啊！起源这里，哎，一只狗飞过来，哎。来回都没中，是的，我感觉前面一个合成完了，那边门已经40了，是的，只能交个坟场来守这个人，而且那边感觉门要点开了，这里柚子甚至还想在危险的边缘试探，想要去走这个地窖，怎么说？又一只狗，没有咬到，那最终也是一个平局收场，恭喜家战队，家队获得了比赛最后的胜利。哦，那今天这个胜利非常的干净利落呀。是的，也是他们的三连胜吧，我没记错的话，就上周应该是两场胜利，对，可能是第三场，是感觉柚子那边都就是输了一口气吧。对，就其实他打邮差真的打得挺好的，对，比他之前打的那些，对吧，就不提了，黑历史，对吧。但是今天确实这几周的一个邮差看起来该秀的地方有，然后他在该稳的时候也稳住了，对，最后面那一波在墓地牵制起源的那个雕刻侠真的牵制了好久啊。对，你要你说小推被传动的地方没办法呀，小推下来就谁在那边都是直接被秒的，是的，更何况他是个邮差。对，可以看到他们被战舰是很轻松了，对，非常开心嘛，就是连胜嘛，连胜谁能不开心嘛，对，大家就是一起拼搏然后得到的一个赛果，我相信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比较值得骄傲的。对，我刚刚的话，奇岩其实他也是很赌，就那个点的话，如果你去大推，真的只有一名求生者能赌到。是，当时其实密码机不够，就是，他传小推以后密码机是不够的，就是把邮差给秒掉以后，当时70多，如果说仔仔没有把那一波，没有撞下来那一波的话，他直接出去管那个小推，对，管那个病患，或者说跟你们打一波手椅，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跟你们拖的。对，不过刚刚那里的话，仔仔的两波拉球都是很秀很秀，包括是前面还有一波，就是在人皇后面那张椅子挂的时候，对，也是很秀，从两个板子穿过去了一个，帮忙补撞了一波。对，那波补撞的话，确实是才能给到柚子有一波牵制起来的机会吧，一线生机。确实，就秀起来了。是的，是的。哎，那你觉得今天这把的 MVP 会给到谁呢？好难啊，感觉都很秀。感觉都很秀，因为求生者就柚子比较发挥的比较稳定嘛，是，然后仔仔那边拉球也很秀，然后第一把撒都也牵制了很久，对，然后皮皮线又是两把三抓，对啊，是的，所以你是不要就想这个最佳演绎的话，感觉还是很难的。我们先看一下这把的一个赛后数据，首先是柚子牵制了129秒，非常的久。撒豆的先知45秒，然后吴昕的病患29秒，接近两台半，仔仔的前锋救援2次，治疗1次，牵制69秒。是的，奇岩的话是命中求生者15次，击倒5次。撒豆这把先知其实也确实没办法，大推那个点遇到雕刻家就是融化。对，刚刚推了个墙，人就来了。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去到中场，完了他在中场出生，没人，没人帮忙下板，你怎么牵制嘛？对，你说当时要是起码下一个板的话，那他是。至少还有机会能够去弹窗，弹到靠小木屋的那个窗户，而不是说硬要回来靠墓地那个窗户。他从那边翻进去的，又再翻回来，对，很难受。对，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中场你就算没有祭司的洞，你也没有前锋的帮忙撞，你好歹给我下个转脸板吧？你怎么会两个转脸板都在上面呢？对，我感觉其他就是我们队伍可能后面会发展出其他战术，就是哪怕你在中场出生，我小木屋那个人，对吧？或者说。小推那个人到时候就暗戳戳的过去把板也下了，对，但是又怕，因为你怕监管者，我万一直接红教堂窗翻出来去小木屋找你，哎，你走过来不是走他脸上了吗？对，也可能得稍微绕一下。对，所以就是比较纠结，他中场这个点就感觉让整个大教堂会直接化为乌有了，本身也没祭司，对吧？可能是一个转大点的好机会。是的，是的。不过刚刚的话，其实有一台密码就是刷在了人皇的方向，感觉他们如果可以说派前锋过来人皇修一下，
对，可能这个配合就能打起来。但前锋是刷在木屋后面那个点嘛，对，就是窗翻出去那木屋那后面那个点，如果他真的特意要去扔黄的话，得走好远，对，那还得去下两个板。哎，结果就是你排位的时候如果打这种战术，可能发现你干嘛板下门队友已经倒了，对，那我是说那我前面都在逛什么，对，我干嘛要逛那么久呢，我真无语。对，或者是说那个祭司的洞刚刚布置好，你们怎么不钻啊，不钻就没了呀，对，当当直接已经敲钟了，对，然后赛后出来他说你怎么还在跑步，你怎么修，你怎么在逛街啊，对，我这边在签字的时候怎么看到你从我边上走过去，对，你怎么不修啊，就很不理解。对，这个的话就是职业联赛的一个就四个求生者打配合嘛，是的是的是的，在信息的一个交流上面会快捷很多嘛，全面很多。不过这把的话还可以，就他们的配合还是有的，不过感觉他们最后让柚子去修小推那台有点冒险，因为他是一炸一 A 就倒地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奇岩手上有传送的话，他肯定也是会一直盯着小推的密码机有没有抖动，只要你一抖他立马不管了呀。其实今天这两把的话感觉还是前锋的一个作用完全发挥出来吧，对，但是你想要就是直接真的就空地转撞断这个传送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就未必就这个操作未必可以很执行力很强的打出来，是那个东西就属于有点拼的一个操作了吧。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就是你拉球了但是你没有撞晕或者说没撞到你撞墙上了，那你可能就下一波没有球去阻止起源的那波挂人了，对，但是如果你撞到的话，那么你这把就是感觉是肯定有一个平局往上的机会了，因为他没有传送嘛，他没有传送，那小推那台密码机就是稳压好，那前锋当时又不是一刀倒的状态，就哪怕我把被吃一刀的话，那我往墓地带，只要病患去点小门，你没传送的话，我开门站还是很大的概率能够压好密码机去走小门的。是的，但如果是这样铺牌的话，我在想会不会是说当时让邮差先去在外面多开一台，会不会稍微的稳妥一些呢？但是那样的话，可能他就会继续追脸上的前锋，把你道具逼完，或者把你病患道具逼完。因为当时是脸上还有一个道具蛮多的前锋跟病患吧，就有牵制起来的一个空间。但如果邮差当时是真的被秒在那边，是可能风险很危险，对，很危险。就万一柚子没走掉，直接挂在一号机。对，一个打法上面的就两个选择吧，就你可以抢，也可以多开。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把就还是这个家不能没有前锋，对，前面就是前面几周没有前锋的情况下，积压打得有多艰难，真的太难打了，真的很需要前锋这种 OB 位，因为他是能够改变游戏的一个战局走向的，能打断监管者的节奏。对，你要是没有前锋的话，那就是监管者想怎么揉你，想怎么戳你，蹂躏你，他都可以。对，所以现在没有前锋的情况下，很多队伍他都会去选一个击球手出来了。对，对，我就是不能说直接顺着监管者节奏一直运营下去，我得有一个能站出来打破他、打断他节奏的一个东西。是的，所以很多队伍也是练了一手击球手，像朱雀他们大龙啊，或者是说积压这边，其实空降跟吴昕也是有去尝试要不要怎么练一手击球手。没错，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还有一个勘探员嘛，对，像去年的狼队，他们为什么说就很拼，看着就因为到后面勘探员就会出来了，对，出来帮忙活动、帮忙运营了。我感觉勘探员好像上手的难度比前锋还高，哎，但是就个人感觉啊，对，就是他在操作方面来说肯定是有不同的熟练度在嘛，对，前锋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小的拉球啊、小弯预判嘛，还有你的反应要快，哎，你看到举气球的一瞬间得去控制，那勘探员呢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牵制能力，把握距离得把握得好。对，还有就是说你怎么运用那个经过密码机时候的一个加速，好，就是说你到底这一下是应该弹还是吸，你对一个地形的把握度得很高。没错，然后还有像二楼的那种吸，把人给拉到二楼，我现在还很期待能再次看到那个画面。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最佳演绎吧，会给到谁呢？我们来猜一猜。哦，还是给到皮皮线，他的两把雕刻家是场均淘汰三人，然后人均击倒求生者6.5次，人均一分10593。对，因为他的话是两把都拿下了一个三抓，而且是一个有机会四抓的三抓。是的，所以给到他这个最佳演绎也是合情合理。然后求生者的话也是两把平局嘛。对，那比赛非常精彩。现场采访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潇潇。首先恭喜西亚战队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我们请到的是西亚的仔仔跟皮皮线，先来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西亚的仔仔。大家好，我是西亚战队皮皮线。2-0拿下了今天的比赛，表现得非常非常棒。看你们赛前采访的傻兜同学，感觉他是很开心的，因为最近3连胜了嘛，状态也很好。上来之后要不要先来互相鼓励一下？仔仔，你觉得今天皮皮线发挥的怎么样？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皮皮线呢？挺好的，挺好的。好，一个简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问一下你们比赛相关的问题哦。今天我是有看到你们教练神佑上台的时候拿着一个小本本，很少会见他拿到小本本。今天是有什么密集的战术安排吗，仔仔？是的，是的。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但是由于是机密，所以就不说了。对，不说了。就你们知道我们准备了很久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两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精彩的嘛。第一局的时候，皮皮线是拿到了一个3抓的好成绩。其实那一局前期的节奏就不错，所以皮皮线，你那整局大概是怎么运营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开局赶紧找一个人，然后抓他，然后手乙。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人，抓他，然后再收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完美的总结了。那我们聊一下那个地窖之战好了，又是永绵镇的地窖，有没有感觉有一些熟悉，有一些慌？主要他是个祭司啊，他动很多，然后建筑物又大，然后比较难拦住他，然后我就怕他被打人救了，然后就让他跑出去了。当时心理活动是什么？因为当时我感觉好像是上下几千层的博弈，一个坟场，一个奥利奥，然后最后走了一个门。那你在台上是什么大概内心活动，还稳定吗？就我一直都没有看到他，然后都是用坟场，就是那个二阶去定位他。然后他也是有技能嘛，然后就让他跑了。就让他跑了，恨呢，可惜。那第二局的时候呢，讲到雕刻家这个角色，有很多非常非常非常秀的雕像，我们当时在后台都震惊了。你当时那个十字架，包括那个是怎么博弈到的呢？就是把雕像放到求生者附近，然后也是运气比较好吧，夹到了。也是运气比较好。今天这两局就是行云流水嘛。那讲到第二局的下半场，仔仔，评价一下自己的前锋。还有待进步，还有待进步，很谦虚哦。那皮皮线的评价一下咱的前锋，B2 前锋雪 C 啊，雪 C YYDS， 因为今天第二局的时候那两波撞确实太关键了。第一波那个撞救你是怎么博弈的？我们当时备战间整个哇塞好帅。就是在右上角那个图标就是挂椅的那一瞬间，然后拉球，这样子就是稳撞。好像说了，但好像又没说。说一下最后的那个就还剩半台机的时候的那一波撞吧。就那波撞我们当时解说也是在说还是很关键的。那波就是有他牵起球的视野嘛，他点了一个那个什么技能囚徒困境，然后就是我预判他的走，就是他想挂一场嘛，然后我就预判他直接撞下来，也是很细的一个预判。对的，其实当时我听到后面的时候你们整个人就是感觉打嗨了，特别是备战间已经哇各种 nice 的声音此起彼伏，因为那一把是保平就能2-0干净的带走对面嘛。那你们当时是在场上是哪一个节奏点的时候你就自信的判断可以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就是在救台机然后想压一场撞下来那波。撞下了那波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今天2-0的成绩带走对面，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表现，而且西亚战队最近也是3连胜了。讲到这个3连胜，就不得不提今天我们解说有 Q 到的点，就是567的牙。仔仔，你是知道这个故事的是吗？是的，是的。你对此有什么感想？真神啊！确实，567，谢谢你啊！别像玄乎。那接下来呢，就是要 Q 到皮皮线了。皮皮线，因为最近很多老队员他们是在打重逢杯嘛，就包括奉献了自己一颗牙的567，说点祝福的话嘛。就567，多吃点好的，然后好好打，好好打，加油！如果万一他们需要你的牙，你愿意？可以加油，但是要牙的话就算了。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是比赛还是会比较紧张且辛苦的。仔仔也是有什么话想送给自己的粉丝，给大家讲两句。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我们未来会越打越好，越打越好，会继续努力的。好的，那也是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再次恭喜西亚战队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是我们的 Xrock 对阵微博，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倒计时，我们三人好了，我做招呼，三人好了，谁做招呼？
一，掉了。装交互，装交互，装交互了。OK OK， 闪好了，闪好了，闪好了。Z 代吧，你往小 Z 代吧。我先溜，我往中场溜。对，往中场溜，然后往木屋那边带。撞了，多少球？对呀，小 Z 那边。二阶了，二阶。没有多少球了呀。挂了，挂了，挂了，挂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再半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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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球是吧 ？OK，OK。走，半球第二次。N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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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一刀，砍一刀，砍一刀。没事，没事，我放你，你休，你休那边休。